哥回家喽！哎，晚上了。叮咚，哎，龙哥，索尼娅，呀！出去，出去！我不要见你，你出去！我要关门放狗，出去。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这里。走不了。そうじゃなくてさ。就是你们有事找我啊。青海同学叫我来的，他说有话跟我说，叫我去大厅。原因应该是他计划的吧？好像被我说中了。我有事要找大家，希望没有直接参与这个计划的你也可以过来大厅。你被大家抛下了，这也没办法。你不是超高中级，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啊！你们要对我做什么？走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作战已经开始了。我要先走了。下一秒，よし、捕まえたぞ。よし。悪く思うなよ。拘束。关起来。いいから無駄な抵抗はやめやがれ。してないけど。あれ？なんだ。構うのか。先生把他绑起来。君たちには本当にがっかりさせられるよ。もっとさ、対局を見なよ。わからないんだったらいいよ。さあ、始めようか。ジャバウォック島の終わりの始まりだ。终局的开幕式。什么东西？哈？沙燕，什么东西？昨天被炸死了吧？最高だね！終わりの始まりにふさわしい花火だよ。終わりだ。これで終わりだ。いつ刃を向けてくるかわからない他人に怯えながら弱者を吊し上げて正義を語る。そんな究極の自己正当化ゲームはこれでおしまいだ。僕はそのためにこのジャバウォック諸島を消滅させる。消滅させるって。消滅。なんだよそれ。玩火玩过头嘞。デモンストレーションだよ。本番で使用する爆弾はこんなもんじゃない。炸弹！この島のある場所に大量の爆弾を仕掛けた。この島を丸ごと吹き飛ばすだけの威力はよ。何言ってやがんだ。もちろん僕らもただでは済まないだろうね。でも仕方ないよ。ピン、マジかと。お前ださ。ああ、でも。炸弹壊掉了。泽田没说话。いや、違う。おかしいのは僕じゃない。奇怪的是。あれあれ。あれあれ。大変だ大変だ。大変だ。我设置的炸弹是定时炸弹，应该是后天中午吧。
到后天中午，这个岛就会消失了。天哪！如果这样如何？叛徒向我坦白、坦诚身份，我就告诉他炸弹的位置。白岩战士，白岩战士，他为了要揪出叛徒，哎。没用的，叛徒是没办法自己表明身份的。他死了。Doki doki。啊？为什么非得阻止？必须要严厉处罚。有违反规则才要，违反之后才成立哦。只要叛徒，叛徒是谁？ワクワクするな。走了。好狂哦，狂哥哎！不，他把气氛炒得这么火热。死！喂，你怎么没死啊？你被炸飞了吗？怎么没死？工具人。黑白美生气了耶，好凶哦！这就是宜奴的目的。小强哎，打不死的。我家的妈呀！很高兴为您服务。他们官网有在卖吗？真的有在卖，等身黑白熊。Oh my god, good morning. Oh my god, good morning. 啥的，干嘛？对啊，七海的游戏机都被炸坏了，脑袋热热的，揍他。新的大便，这哇，有点头飞舞。畜生！うっせ！畜生！什么？你老婆说没关系？在 YouTube 看到阿谦玩第二代影片，没想到玩到那么后面了。对啊，已经第五章了。你看，七海好可怜哦，我送他游戏机好了。Q 了。叛徒阿谦，干嘛？我哪是？哟，哼，やべえなこりゃ。还在耳膜，耳膜都破了。ですが，真困扰。只要叛徒向我坦诚身份，问题就解决喽。催促很悠哉的各位。
期限是后天中午，现在已经是明天中午喽。だってよ。ま、说不定是这样。そうだよね。起身面对。てめえ。まあまあ。提示。什么提示？什么提示？よかった。おい、こら！あのね。还没去过的地方。え？ムカつくな。やぐつ！お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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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ん。うん。うん。死ぬ。ね。为什么要特地告诉我们呢？ほら。看到你们努力拼命的样子，好、哦。哒哒哒哒哒哒。我会待在这里，叛徒先生。还没去过的地方哪里啊？なんでだよ。え？ね。你那啥？嗯。为什么要去遗迹？お聞きください。还没去过的地方。やはり。只有可能在那里面吗？真的吗？いや。那个游乐园什么什么城堡？对耶，那个门也没开。呀呀呀！老鼠城堡啦。先去老鼠城堡啊。ねえねえ。应该不可能啦，不在遗迹啦。老鼠城堡，老鼠城堡。たくよ。大きい。おめえな。ね。不行。不行。嘟嘟嘟嘟。哎哎哎！哎，怎么被炸开啊？なるほどな。なるほどな。す。あ。行くぞ。要小心哦。要小心哦，左右田不要踩到炸弹哦。你左右田的智商就是会踩到炸弹的那种人。这什么？这什么？教堂哦。あの。对啊。根本就没有炸弹。いや。这个地方有点令我在意。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感觉。来看一下。工具、武器，伸出类似铁锁或是鞭子的东西，凶器。投向对手，将其捆绑，再用枪给予致命一击的武器，凶器。这是凶器。ですが。凶器。そうなんです。什么？养眼镜头啊？凶器，给各位受验者，引导各位迎接未来的密码是密码。あれ？是的，密码。这个。迎接未来就是那个门啊。
不知道是谁弄掉的。对啊，伊奴，就是伊诺了。听说那座遗迹把炸弹藏在里面吗？なるほどな。さあ、まさか。さげ。叛徒不坦诚，就没有办法阻止炸弹。啊。在岛上跑去哪里找呢？自改哦。为了什么目的在这个地方留密码？待ってください。不要放弃活下去。哇，公主一个人去找哎。だってよ。うっせ、うっせ、うっせ、うっせ。つうか。啊？某人，你可以偷偷去见某人啊。哎呀。あり。哼，秘密计划。まさか。我们去追踪你吧。追着追着就走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受验者。迎接未来的密码。希望ただいま。被困了，被困了。波の音を聞きながらゆったりとで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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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啊！我们人越来越少嘞，回去吧。什么3068？不要这样吧。期限是明天中午，还有半天。出现幻觉了。开始了，开始了，主角开始有幻觉了。哦，没有。あのね。Good morning。哇，怎么办？要去餐厅吗？期限快到喽！叛徒先生，先存个档，先存个档。我们要保持存档的好习惯，好习惯。9527，密码应该是9527吧？兄弟啊，没空理你了，我要先进去餐厅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什么？
最糟糕的状态。遊びは終わりだ。教えないよ。どうしても僕に吐かせたかったら拷問でもするんだね。拷問？例えばそこのフォークで僕の指を切断したり、それくらいの絶望でもない限り、僕もういいや。おめえは一遍死んでろ。他把脖子折断呢。やべえなこりゃ。谁打他？七海。ねえ、落ち着いて。あいつじゃ。あなたはそんなことをする人じゃないでしょ。誰かを傷つけるような人じゃないでしょ。他在抖，他在抖，你没有看到吗？重点在抖，哎，是吗？真的，他是在抖，哎。そうだよね。微抖，微抖。ほら、もう大丈夫だ。就不来就不。おかしいな。おいおい。ありがとう。以示爱犬的脸呢？啊？では。知道了之后，你们想做什么？そうだね。没错。到昨天为止。啊？他改位置了。あのね。遺跡里面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只有已经看惯的景色。まったく。所以我腻了，藏在那里也没有意义。就算知道一件密码也没有意义了，所以我把炸弹移到别的地方去了。よかった。哦，你走是正确的。まあ、最高だね。加进去过来。期限就是今天中午了。曾经去过的地方，废话。呀呀呀！ほら。ワクワクするな。ワクワクするな。他怎么好像很紧张啊？能战胜任何什么绝望的绝对希望。不过呢。我傻眼。確かに。要去找炸弹了。だってよ。うせんだよ。一人负责一座岛。你不擅长跑步，中央指导就交给你了。医院，第三座岛给七海。游乐园呢，交给我。酷 ，nice 哦。这样我就可以去那个遗迹了。哥，团结一心的原因，竟然也是因为他。我觉得。一怒在骗人呢，我觉得一怒是故意让我们动起来。一怒就像是那个坏心肠的老师。我你妈！你们这群人怎么整天都不读书，只知道睡觉，只知道吃，不知道怎么读书。对，然后大家动起来，然后就真的动起来。有没有？看起来没有像炸弹的东西。去黑白美的家，对耶，还有他家哎，看起来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啊，终于消费车了。
吓到！没看见吗？没看见什么？笑笑笑！小偷！重要东西被偷走了。什么？对不起，他家。我赶快进去他家看一下，那样我先存个档，感觉怪怪的。那我存到啊，有。他家他家，进去看看。我的。为什么日向同学会在伦家的家里？坏掉了，被玷污了。布偶哎，好多、哦。道德跟贴心没什么关系啊，什么个人指导，不要吧。什么什么湿湿黏黏的啊，什么荧幕。你就用这些荧幕观看我们。黑白熊出现之前，已经没有在电视了。一定也不是那样，根本连看监视摄影机都不需要。力量的扩张程度比想象都还要强，秘技的等级。恐怕只能让外面看，操控你和黑白熊那些人吗？岛外的那些人，怎么稍微带过？傻眼，不能说。傻眼欸，阿爸为什么要自己装啊？也得看黑白熊的广播。小偷是谁？什么东西？宝箱？为什么会偷那个东西？找到宝箱可以告诉我吗？闪亮亮粉红光芒，很漂亮的宝箱，如果有找到的话，换人家问问题咯。为什么突然跑过来？灰灰假霸沃克岛在哪里？奈奈奈奈，黑白熊来了，大家都很忙，不要妨碍他们。黑白熊，あとはよろしくね。よろしくね。奇怪，他的东西被偷了，应该在城堡了。哎，怎么了？找到了，找到了。真的在哪里？七海跟索尼亚，七海跟索尼亚集合之后该怎么办？中央之岛跟第三座岛啊 ，OK OK， 中央
第三座岛，哎、欸，哦，怎么不能传？哎、欸，不能传了、啊，啊，好可怜啊！我哥找到嘞、欸，我们先找那个七海。表演厅，表演厅在哪里？这里。找到炸弹了！找到炸弹了！怎么这么、啊、怎么了？どうした？どうかした？布偶工厂。怎么了？七海怎么？怎么了？七海怎么怪怪的？有点反应慢半拍哎、欸。公主，公主，公主在这吗？到处都没看到人，我在这里。什么都没发生，他已去了远方。傻眼，他在军事设施。炸弹在布偶工厂、啊，索尼亚骗人！索尼亚，你这个骗子！不能传，好烦哦。第五座岛，第五座岛。三、四、五。先去军事设施，军事设施，军事设施，海神工业，这里，这里，这里。找到了。我要点他、啊，每次都点错。在找什么？你在做什么？你不是应该调查中央之岛吗？炸弹！什么？等一下！索尼亚，你想干嘛？炸弹的事情最优先吗？你们觉得是这样子吗？公主怪怪的哦，她好像在藏什么东西。炸弹在哪？あれで？いや。我可以去叫他吗？先阻止炸弹吧。哎呦，卡车！喂喂喂喂喂喂！货车载的全部都是。开车进来，把炸弹运进来的。把引擎当作引爆开关。哦，一停下来就会爆。この野郎。啊！坚固的金属箱子里，打不开这个就不可能解除。やべえな。军事设施的用具。呀呀呀！卡车的引擎就是引爆按钮，加满汽油不就可以争取到时间吗？开着这台车让它掉到海里去。
车，完蛋喽！车轮被锁链铁链起来喽。ねえねえ，怎么了？ほら，某种机器。读卡机。能当钥匙的卡片。マジかよ。应该不是，他们想要让我们在这里做某件事。だからさ，因为是尼奴，所以在某个地方有题目，所以他知道我们下一步。知道剧本的人真的很厉害哎。眨眼呢？他要我们做什么？那个地方，这里，这里，这里，茶水间。我们还没有调查过茶水间呢。这个吗？调查这里？没有啊，没有什么。我先问一下。之前来的时候没有的东西，电脑。怪しいぞ。调查一下，调查一下。出现在荧幕上的是未来机构。不是。大家辛苦了。你们果然找到炸弹，相信你们果然是对的。怎么了，伊奴？视讯啊？もしかして留下来的。ムカつくな。おい、こら。さて，既然都找到炸弹，接下来只要停止它就好啦。要停止炸弹本身并不困难，金属上方放着读卡机，对吧？只要感应学生电子手册，电子学生手册就可以让炸弹停止了。任せとけ。交给我，要谁的？不过，あのね，不是谁的都可以。要解除炸弹的话，不是叛徒的学生手册就不行，所以要找到叛徒的。我昨天偷偷观察大家，终于知道叛徒是的真实身份了，感觉有点不甘心，因为他没有主动坦诚。这样下去就很像我输了，所以我要在这里再次一决胜负，怎么办呢，叛徒先生？能不能得救都看你的喽。什么？谁是叛徒？喂喂！可是黑白没有说过叛徒，没办法，没办法告诉大家他是叛徒，为什么？お前な。ねえねえ。毫无预警走进炸弹，取出自己电子手册，干嘛？错了。ほら。呀呀呀。そうかな。好像不会哦。とにかく，不是七海。下一个。呀呀呀！可能有防呆装置，一次咒还行，还无所谓。跑到卡车旁边，耳朵靠近引擎，突然大声叫出来：“汽油快没了！”なんだと？汽油没了就会爆炸喽！マジで。そが。マジか。赶快 B。しくしょう。嘘だろ。很笨呢，你是不会赶快 B 卡是不是？大丈夫です。それは爆弾なんかじゃありません。那个并不是炸弹。
工厂中传出炫目的光芒。烟火。阿拉玛，阿拉玛，所以是烟火。OK。跨年喽！哎，谢谢大家。现在是12月24号，对，祝大家平安夜快乐，跨年喽！果然是这样。奈奈，看一下那个。吓到了吗？仔细想想，怎么可能会有把整座岛炸得一干二净的炸弹呢？就算真的有，我这种人也不会用啊。让大厅爆炸的炸弹是怎么回事？对啊，他有去过惊奇屋，马斯克，就有从那边拿到炸弹。ムカつくな。哦，爆炸后的讯息。奈奈，先听他说完吧。小白狗骗我。叛徒先生有坦诚自己的身份吗？如果所料，应该是还没有坦诚吧。怎么样？如果能告诉我答案，我会很高兴的。我在旁边的仓库里等，过来告诉我吧。之后来对答案吧，我会公布我所知道叛徒的真实身份。待会见吧。他还是会跟我们讲啊。啊？許さねえ。揍飞他。そうだ。大家都要打他。くよ。打到剩半口气给我，香煎尾刀。命令です。再看一下。哎，我们还没有去过茶水间呢。好吧。啊。啊。要好好揍你一顿，雷你一顿。什么？干嘛？哼！这扇门后面有声音。音乐。好。さてと。很危险的。任せとけ。卡住了！哈！おいおい！この野郎！踢开！啊！爆炸了！卡砰啊！哈？嗯？真っ暗だな。電気がついてないみたいだけど。圣歌。うるせえくらいにな。この新規制曲は狛江田の趣味か。いや、音楽の方じゃなく。很突然的开始了。哦，烧起来了。燃えてんぞ。あ、どうなってやがんだ。とりあえず消火です。烧起来了。茶水间有灭火用具。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茶水间灭火，一路要被烧死了！啊呜啊呜啊呜，好烫哦！啊呜啊呜，茶水间，什么灭火用具？这个上面上面，这个茶水间从上面。米娜桑，灭火弹，简易的灭火药具。丢过去就可以灭火，欸，真的有这个东西哦，好酷哦！上次看到的时候应该也有灭火器的。快点快点快点！烧毁，里面都烧起来了，有火，快点丢！
大家不要把烟吸进去。さあ、やってやろうじゃねえか。呼啾啾，呼啾啾。火怎么越烧越旺啊？起来嘞！やべえんじゃねえか。もう消火弾も使い切っちまったぞ。どうするよ。もうバカってねえよ。え？撃った？あ？あ？下雨了。ジャパニーズテルテルボーズの威力なのですね。そうじゃなくて、スプリンクラーが動いたみたいだ。わ、スプリンクラーか。这个洒水器也不会太烂了，你知道？通常洒水器只要有烟就会喷的。而且喷的水都很强，这个洒水器有点可怜，一下就都已经烧不到多久了。一点都不好，把他仓库烧坏了，滑滑的。奶奶，ちょっと待ってよ。ちょっと待って。無理。あのね。啊，烟和有毒气体。まあ。什么？先看个剧，小剧场。哒哒哒哒哒。バカだな。小剧场根本不存在，全部都是虚构的。哎，他叫熊熊熊哎。等下，他怎么叫熊熊熊？我是宕机了。你们几个在这边做什么？嗨！好得哟！为什么眼睛要长在前面？你没有眼睛啊！我靠的！タクよ。あとはよろしくね。あ、よろしくね。我也帮你们开灯了。どうぞ。这黑白熊人也太好了吧？もしかして。我和烟这么大。ねえねえ。对啊，一怒都被烧光了。一怒被烧，因为烧伤啊，强烈的恶意刺在身上一样，恶意贯穿全身，身体变得无法动弹。一怒不会吧？一怒也会被杀吗？真的假的？有股味道。喂喂。すみません。マジかよ。至今没闻过的味道。这个。ねえねえ。那幅窗帘。ほら。里面还有空间。哎，真的。里面还有东西。强烈恶意的真相，我就说这个是凶器嘛。